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鄂东门的海。今天我们又来我这位朋友家里吃饭了，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来拜年，然后没有吃饭，过两天他们要走，叫我们来这里吃个饭，聚一下。吃了我也让他忘了，把其他一碗的鱼不都吃了吗？香味不香？香味不香？还是那个水香味，就像那种是吧？还是要喝的。把那个枣子都放。刚好饱和了哈。来了啊，三叔，我们来的人太多了。三九师兄。别的事干，我去擦肩，赶紧擦肩。好忙的大姐，我就工钱了，那么辛苦。哎呀，那有小孩子坐那边嘛，他这边夹不到菜呢。清明节要不要到你这来？不用，就让他坐这儿吧。菜吧，过去。对，夹菜，不是老粉，不是你今年的老粉。我那是老粉，你属在那是。哎，王大姐。